关于玛雅文明的消失有很多不同的揣测，有人甚至说是玛雅人搭太空船离开地球，也有人说啊是因为爆发战争才造成民族的灭亡。不过就在2011年，美国有气象学家提出了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，干旱恐怕是罪魁祸首。为了养活越来越多的人口，玛雅人几乎是毁灭了所有的雨林，把林地变成了农田，造成了西元800年到950年之间尤加敦半岛上的降雨量下降了20%，酿成干旱，间接地把自己推向灭亡。如果这是真的的话，玛雅人似乎是在向现在的人类发出警告，如果我们不断地破坏环境，下场可能就像他们一样消失不见。他们的经验或许比刻在石板上的2012年12月21日世界末日来得更有警惕世人的意义。我是林一如，感谢您今天的收看。发烧话题追根究底，请继续锁定热情追踪。